哎，天天写不完的作业，好想出去玩啊。呆呆，准备吃饭啦。好的，妈妈，我这就过去。这次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小鱼干，还有一个苹果，保你越来越聪明。妈妈，我今天不想吃小鱼干了，天天吃小鱼干也没见得聪明几分，学习还是那样吗？那行，既然这些你都吃腻了，儿子，你稍等一会儿，妈妈再重新给你做。儿子，饭做好了，快来吃饭吧。儿子，这是妈妈给你做的烧鸡，还有香香的牛排，保你吃得开心。啊，妈妈，这怎么都是肉啊？没有蔬菜吗？老是吃肉会长胖的，我不想吃了。别走啊，儿子，妈妈再重新给你做。这次做的是营养的蔬菜，儿子这次肯定能吃了。呆呆，赶紧来吃饭吧。儿子，你看，按照你的要求做的是蔬菜，这次还满意不？合你胃口不？妈妈，你这做的也太素了吧，这曲奇饼好甜的，会蛀牙的。妈妈，我不想吃了。呆呆，你怎么回事？这也不吃，那也不吃，那你到底想吃啥？你说。妈，我想吃河豚。吃河豚？我看你是想吃一顿揍吧？咋的？你还想成仙呀？我让你吃河豚，我让你成天挑食。妈，我不挑食了，我一定好好吃饭。我让你挑食，你还挑不挑了？